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入理而观察，一切皆无性。法言不思议，此见非颠达。我们怎么样知道一切诸法无性呢？但是要以法言观。在《金刚经》上说，法眼当观空。能够入理的观察，入理就是用法眼。那么没有正德，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从学来当中，学到入理观察。经过佛的教授，我们知道一切法都没有自性的，诸法无自性。你怎么认识到，怎么观察到无自性？你不是学佛所教授的方法，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性，什么叫相，什么叫空，什么叫有，是因为你从学的当中，解的当中。现在我们在一个学习的阶段，文殊师利菩萨教授我们，只是让我们信了之后才能生解，解的深的明白了，而后才能行。入理这个理，我们把它说成空性也可以，就是入我们现前的一念心吧，入我们的心理。说到见上，观察是指见说的，入理就是如性。如性，这个理就是性体，在观察一些事物，在你观察一些事物时候，知道这一切事物、一切诸法都没有体性的，是生灭的，是可坏的，不是不变的。但是无自性的意思，就是依这理而成就的随缘意。法眼呢，就是在法眼，在法眼。现在我们这是右眼，不是法眼。在《金刚经》上讲无眼，无眼。凡夫一般都是右眼。天人用的天眼，然后修道者了，已经成了阿罗汉了，他用的是慧眼，大菩萨都用的法眼，佛呢用的佛眼，佛眼观一切，佛是具足无眼圆明，现在这个入理观察是用的法眼。法眼观察一切法，就叫入理观察了。说一切法皆无限，这法眼不思议。怎么知道一切法无性呢？就用法眼观，法眼观。
俺们这个法眼是我们学习佛所教授我们的，那么这个知见的见，见，这个见呢，这个观就是见，看问题，你怎么样看？得用法眼去看，法眼去看，我们怎么知道无自性呢？用我们法眼观过，成性而起的住法，随缘而生起的住法，有眼有境，法眼观一切的无性是指净法说的，成就你清净的净法的缘起。这个如理就入这个理，这个理，入理来观察看这一切法。这个如理这，这个就是法眼，法眼。这个道理是决定的，决定的。因为我们这一切虚妄分别，用法眼一观。我们也经常说慧眼啊，就是说慧眼，说就是不是眼观，而你心观，心的作意就是见，就是见。观含着没有含着观意呢？观是眼睛看吗？是心看吗？是思维吗？对，例如我们大家读金刚读那个心经的时候啊，观自在，第一个字就是观，观，这观呢就是心照，心照就是照，观即是照，也可以说是思维修，思维修产生的见，就是看问题的看法。因为随俗说嘛，一边看都是眼睛看呢，实际是心里的观照。知道一切法没有自性，皆无性的。那这种见解呢，这个见呢，是真实的，真实的。以下又跟着这个偈颂解释：要识要不识，要妄要非妄，世间除世间，但有假言说。因为你视线有声，现有声，有声者就有差别。就有差别，现在上一句说是法性是无声，一切皆空，这是显的是实。但是它随缘了，视线有声了，生了这个眼呢，看问题有差别了，就是不实了。法性无声，一切皆空，是说的实。视线有声了，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些差别了，就是不实。有不实了，妄心分别就有一切法，是虚妄的。虚妄。入理观察，入理观察就不是妄了。入理观察。这一观察才知道一切妄法是随缘而生起的，就是空不空，从空而生起一切法是不空的，是吧？一切不空的妄法是随缘而生的，所以就叫世间相，一切世间的流转，在一切世间流转当中，在这生灭法当中，你又回头来入理观察，入理观察呢，成就世间法的随缘意，
但是这个见，这个见就是眼睛所见的，见它的真实，不见得虚妄。见的真实呢，就是幻化的色身，就是法身。在幻化的色身上见他的真实法身，入理观察就不是妄，妄是原生些诸法是世间流转，那这世间法呢，单有名言，只是名字，这个名字不是实在的，假名无实。那我们现在名必具实义，我们这个东西起个名字，这个名字底下一定有实在的东西。这个实在这个东西不是真实的，就是虚妄的世间相。等你入理观察了，才知道一切世间相单有其名啊，而没有真实，没有实体的。那什么是不实的？不实的，不实的就是不是实在的，不是实在的，不是实在的虚妄事物。这个不实得做，一切不实的虚妄事物，它没有体现，它体现空的。所以说它没有体性的，说这是妄，但是妄追求的根源你不可得，不可得，妄非妄法。说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说是虚妄的，虚妄的，但是它是随缘而生的，它是流转的，那它必须说有个不流转相。不流转相的吗？流转相是生灭的，生灭法是空的。这要思维啊，不要听着语言。那么生灭法是依着不生灭法而起的，生死即涅槃。咱们佛教很多句子，原话句子，你加以解释，必须得明了的。生死即涅槃，说我们超出世间法，出世间，有个世间可出吗？这只是名言。无事可出啊，言法跟净法，生灭法跟涅槃，不生灭法，实在都是随缘业，这叫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眼净双亡，也没有眼也没有见，这只是名字文言。说你能忘掉了言语，忘掉了形象，这就与道合了，跟道相合。心里头不要有个执着的我，不要有什么事物，一切事物都没有，虚怀要骨，这个是有理通的。这个理呢，就是的。真实的理，是要实要不实，这要实的，要妄要非妄，四除世间，除世间，都是假言说的，不是真实业。懂得这个道理了，这个句子就明白了。
这是入理章入文来解释的，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些四件相，包括我们的肉体，肉体所遇的四件，是肉体衣食四件，你要生活啊，衣食住行都是生住异灭的。当你觉悟了，觉悟了，把这四件相认识它生灭的含义，它的真实的道理是不生灭的，生灭是依着不生灭而升起的。要回归文殊菩萨样母性，辨别了样母性，信什么呢？信你即心是佛，信你一定能成佛，一定能觉悟，是最首要的，所以叫觉首菩萨达。文殊问菩萨，觉首菩萨答。因为配这个随缘随位讲因果，自心呢本来是不动智慧佛，不动智佛，那你这个信心进修，一直现在这个信心去进修，修道成就了，得到无奈智慧了，又成就了不动智，成就不动智。因此嘛，自首菩萨所答的啊，文殊师父所问的，觉首菩萨所答的，让你升起一个信心的因，以这个因进修，得到无奈智不动智的佛果位。现在嘛，只是让我们生一个信。那么文殊师利菩萨的问跟觉首菩萨的答，这一段就完了。那文殊菩萨又问，问谁呢？问财首菩萨。而是文殊师利菩萨问财首菩萨言：佛子啊，一切众生非众生，一切众生不是众生，没有那如来为何又随其时随其命随其身随其行随其解随其言论随其心的耐药随其方便随其的思维随其的观察，于入世众中中唯现其身教化调伏。这是问这个财首菩萨，问号就是佛说一切众生非众生，这句话是金刚经都说的，有了般若字里头都是这样说的，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生。金刚经这一类的句子在金刚经常是说，根据华严经是这样的，一切众生非众生，佛说的啊。既然众生不是众生，为什么随到时？这个时啊，就是因缘成熟时，这积了对积说法啊，积随了，时是因缘契合时，佛的佛经都是有个入世一时，就指这个时的；随其时，就是那个一时。
随其命，命是存在的，现实有的啊，随其命，随他的身，随他身体所做一些事儿，回他的慧解，随时说的话言论，还有每个众生都有心经的耐药，每个众生的言论不同。说众生嘛，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种语言呢，佛都能随到他的语言，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机会，机缘成熟了，机就是众生，他可以闻佛法了，那就说法，说法，为其现身教化调伏，教化就给他说法，随他的所作，随他的解悟，随他的言论，随他的心要，随其方便，方便就是善巧的意思，还得有方便善巧，随他的想法，这样的观察，在众生中现身，这是指佛说的啊，来教化调伏，意思就是说众生非众生嘛，有什么可调伏的，有什么还可以教化的，有人可以随了呢，问难的意思，前头问觉首菩萨也是的，心性是一，云何有这么多差别，有时啊命啊身啊言论啊心要啊，一样的问号是一样的，言语变化了，那这样子说，那佛就见一切众生有了，不是空了，但是第一句就跟你说了，众生非众生，空的，因为空的嘛，还随他的命，随他的身，随行，这不是不空了吗？完了还要教父调伏他，众生根本没众生，教化什么？还调伏他做什么？这是问号啊，问号。请问大家，比如说我们现在道友们啊，烦恼即不提，断什么烦恼啊？学什么道啊？出什么家呀？你烦恼来了啊？你这是菩提啊，我成佛了，是这么回事吗？他又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就叫他妙。妙叫什么？不可思议。等佛一说，可思议呀、啊，说可思议，你才能达到不可思议。众生非众生，是佛在理上观照，他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他才能知道众生非众生。这众生的本身，众生。非众生，连你基本的本体还没有，那个苦乐谁来受啊？事实不是这样子，众生非众生是佛观，众生本身呢，他还承认是众生，懂得这个含义就知道这个问号了，他设难的是说，既是众生即是空的，佛为什么还要教化，还要度，还经过好多劫地去度他们？再翻过来说，佛入国见众生，不是空的，是有的，度不尽呐。那就没有大智慧了，见不得体，
寡见他的相。嗯嗯，如果咱们设想，咱这一帮小孩儿是初年级小学生起吧，嗯，你能判断他这一生里以后的事物，在小学是平等的，没分科的，嗯，学印字，嗯，学生活，嗯，一样的呀。但是一样之中有些个不一样，就从一小就不一样，这个小孩就聪明些，你教他一遍两遍呢，他就会了。有的孩子们教他十遍八遍记不住，他记不住。为什么有这些差别？那一到中学就渐渐分着他的知识文，他的文化程度就渐渐不同了，感觉到大学就分科了，啊，一到社会上就四能工商，过去说三教九流，现在还入世，嗯，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相啊？嗯，同着一个妈妈生的，还是双胞胎。长大了，个个不一样。嗯，像我台湾弟子来这儿，在这儿做两个比丘尼，双胞胎。嗯，他姐姐要学密宗，他要学显宗，两人经常的意见不一样。他要朝印度去，他要到大陆来。嗯，一个妈妈生的。这就是说什么？说种种的差别。嗯，佛假使要见众生，不空，那不叫佛了，他度不了众生了。他跟着哭的，他也跟着去哭；跟着那个快乐，他跟着去快乐，那怎么度啊？他看着哭的业，看着乐的还是业。啊，你这个业也是空的，这个业也是空的，最后什么也没有。但是在你受报的时候，不空了。咱们大家都是业生的，业生，没有业不生。有业生了，业不同过，生的各个各样。这样，那你的智慧、学法，跟着思想状况都不一样了。用这个来证明，证明什么呢？佛入果不见众生是空的，佛就没有智慧。要这样的看，这样来认识。这叫谤佛，谤佛。佛见众生都是空的，空了为什么还要现身，还要去教化，还要去调伏他们？问题就在这里。在理上是空的，在事上是不空的。学华严，你先得把四法界闹清楚，理法界、四法界、理事无奈法界、事事无奈法界，都入世。嗯，在理上是通的，在事上绝对不通。咱们这一些国家交通工具，那一些国家的人行，是谁的？有我们一份儿，人民人行嘛。你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嘛，那就是有你一份儿嘛。
但有你一份是理上说的呀，事上不行啊。事上为什么不行呢？你坐飞机得买票，买飞机票；坐火车得买票，你没买票上不去。哎，你说这是我的呀，有我一份啊，我现在没有使用权，知道吧？真跟佛一样，平等平等，没有使用权，苦恼。你怎么样才能达到有使用权呢？哎，无挂无障，无挂无奈。到什么时候呢？说这是我的，是我的吗？我都不存在，哪有我的呀？这个让你要去观，观就是思维修，对。佛要见众生不空，不没有智慧。佛要见众生空而不利于众生，因为众生不空，佛他悟得了，证得了，他知道是空的了。那众生本身空不掉，他也想办法让他空，这才有教化摄施。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但一到经上，一用文字，一用去观察，一要证得，你就没办法了，通不到了。每个都学会了，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大家都常这么念呢，你急得了吗？你烦恼是烦恼，就是这个含义，懂得这个含义了，随着说话的差别，佛化众生时候说，众生有聪明的，一闻法有智慧，开悟了。那有的众生，你度他一生、两生、十生，好多万生，他还没开悟。呀，地藏经阎罗王问佛了。说地藏菩萨那么大智慧，那么大神通，把这众生在地狱渡出去了。他渡嘛，就把他渡究竟嘛。他出去没好久，又回来了。这什么道理？对，佛才答他说：“这个世界的众生啊，刚强难调难佛，他不怕。”你说咱们说人人都怕死，真是这么回事儿吗？不完全一样的。那个现在那个伊拉克，那些用肉身炸弹，拿自己身体绑上炸弹，你说他怕死不怕死啊？他知不知不道一拉这个？一开电门的时候，先炸死自己呀、那他是不是怕死？怕死，他把炸弹绑在身上去拉去，这叫害人害己。曾有位道友问我说：“这肉身炸弹炸死人，还命再不还？他把人家炸死还人家不？那他自己先死了，还不还命债？第一个。”人怕死，他怕死不怕死？他知道这是死吗？说这个世界，说众生啊，刚巧难调难逢。烦恼即菩提，得到什么程度？烦恼即菩提，没到那个程度，生死即涅槃。是说它两个东西的原来发生的本体，说它体，一个是没的体，它是依那个另一个体而升起的，那个升起的本身也没有。你得经常用思维想你所经过的一天生活的事实，再想到这种
所谓甚深的妙理，最深的妙理见得最浅处。嗯，说西藏的无上密建立在你的日常生活最浅显处，建立你的念头上，你想什么，你这一念成佛了，下一念三途六道，就是一念之间的了。成就什么？成就个念，念念都是佛念。佛念是什么念呢？无念。明白这个道理了，你渐渐就能够入了。嗯，对。那众生的根有种种的不同。嗯，例如说吧，现在很多人，明明知道那是假的，办不到的事儿，他要投入。人寿保险公司，我看每位道友都知道吧，一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吧，人寿保险公司能保险你活到好多年，办不到的事儿啊，哎，但是人人要去保险，保险公司就赚钱。谁要死了呢？死了赔你钱吧，你保好多钱，赔你好多钱。这个大家知道的，知道。嗯，人人都要死，人人都不想死，没有一个想死的。但是我们和尚比丘尼除外啊。我们是想死的，但是我们可不是绑的，把炸弹绑到身上炸死，那我们不干，那个死还不行，那死要下地狱的。我们听听自然的寿命，随果报的安排，自己做的业的安排。因为我们在这个不明的当中想求明白，每个人都想求明白。好多一件事他不知道，他想求个明白，要问一问，这是很通常的了。而生死的事呢，那只有问佛，佛就教授我们，就是那个众生啊，在根基成熟的时候，这就是时。因缘有了，根基成熟了就是时。随他的命，命中自有三生米呀、走尽天下不满生，这平常的俗话呀。你命中你注定了，命中就是福报啊。你的寿命注定了只有三生命，但这里是错综复杂的无量的因果。相信吗？人当你的时候，时来了，在这时候常说了，时来运转哈。你做什么事都顺利，都顺利。你不想发财都发财，但是你倒霉的时候，就是你那个，因为你作业的时候啊，有善有恶，有好有坏，但你这一生当中啊，也是这样复复杂杂、波波杂杂一生，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有时候变成了不辞人类的狗屎堆，有时候变成人上人了。当你穷的时候，没有的时候，你想吃口酱，吃口饭，没有就是没有，也没法求，求也求不到。当你有的时候，仓库里很多大米，
你吃不完的，有好多人给你种，好多人给你送。这就叫时来运转，是时命，咱们这个身体有时候非常健康，非常欢乐，从早到晚，衣食起居睡眠的状态，有些人他不害病，他看见害病的，他说为什么要害病啊，他不知道病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从来没害过，他没这个经验，这叫身。行呢，个人所做的不一样，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呀，还有不在行的，我们这个和尚老道，他不在行的，五行里头没他，十能工商里头没他，他也入世啊，他所行的，他所理解的，他看问题所看法的，他的说话，他的谈论，他的心理耐耗，他的种种方便思维，观察一切这个众生。为什么佛是一切智人呢？我问你，三百五百三千无量多少亿，三亿五亿呀、一百亿一千亿呀、佛都能化度，来教化调伏。什么道理？这是文殊菩萨问呐、他让财首菩萨答呀。等于这个道理，你跟我讲讲吗？就这个意思。这问明嘛？问明嘛？就这一个问题都不是很明显的，都不明啊。咱们有一个众生，非众生。如果不依到佛的教导，你是不知道的什么叫众生，什么叫非众生，非众生即是众生，众生即非众生，每一句话都可以拿四句，你给先立，后来一定破，立了完了一定破，破完了再立，立完了再破，破就破除，说我前头说那话呀不算数了，就这样子，就破的意思，说有，哎，有可不是真有，非有，就给你破了。非有完了又达到有，这叫实有。每一句话每个意思都经过这么几种，经过这么几种。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荣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今天我将宣讲有关佛法的内容，说法最主要的是帮助别人，以佛法来助人，所以宣说佛法，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心，好好的实践佛法。我所宣说的佛法，以易实修、易懂的方式来说比较好，注意较大，因此我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如何实践佛法。接下来要说的是与三有乐不贪着，所说的贪着是对谁贪着呢？贪着轮回的安乐，因此不应贪着三有之乐。对轮回安乐越来越减少时，我们的安乐就会越来越多。先现起安乐的太阳，才能得到佛果，因此不要贪着轮回之安乐，为想满意义而精进。所说的想满意义的意思是人生中的幸福越来越多，总之要为自己的幸福而修持。因此我们一定要依靠佛菩萨所欢喜之道，请你们一定要注意倾听，好好去实修处理轮回之心，若无处理心，就无法得到解脱果。处理心就是对轮回的受用、身体、处所等等不贪着之心。若没有处理心，就无法执行烦恼，无法确实修持得安乐果的方法，故不自主地堕入三界轮回，而且被三苦所折磨等等。一般众生只重视今生的安乐与幸福，故无法修持处理轮回之心，所以一定要实修处理心。比如说大部分人追求轮回的幸福，希望享受荣华富贵，因此往往惹出麻烦和不幸。举例而言，在我们人生当中，为了得到自己的利乐，
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做，却只是得到了新的烦乱。所以我们一定要一直一味具德上师，一定要好好倾听他的教诫，而且无颠倒的实践，不中断的努力实践，就会越来越好。总之，一定要想尽办法夜里轮回的安乐，因而得到的快乐越来越多。不然的话，如果投身天界，再来投身人，再来投身恶趣，再来投身畜生，越投身越不堪。如果像这样投身恶趣的话，就不能修持处理心，因此对轮回的安乐来说，不是一个救济的安乐。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一时之情，往诣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花香积月，衣盖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花香是指的戒香，戒香；积月指的是定，禅月；衣盖是代表的忍。床幡呢是代表着智慧，智慧高床，智慧宝床。这里面是指戒、定、忍、慧，这个四个德。为诸声闻菩萨天人颁宣法时，都悉集会七宝讲堂，广宣道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广宣道教，道是本体，教是方便，心开意解，
而且当下正得这样无上道，所以四方自然风起吹七宝树。这时候吹七宝是既是给七宝树沐浴，也是给七宝树灌顶，也是让它充电出五阴身。这个五阴身不是世间的工商矫正语啊，这阴身这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观想成阿弥陀佛的心咒，阿弥陀瓦舍。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一时之情，往诣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花香伎乐，衣盖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自然化身，应念即至，真妙殊特，非是所有，则以奉散诸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在虚空中化成花盖，光色玉烁，香气普熏，其花周圆四百里者，如是转背，乃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依次化没，其诸菩萨千然心悦，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赞佛德，听受经法，欢喜无量，供养佛已，未时之前，忽然轻举，还其本国。到了极乐世界，这个时候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已经出现了，所以说越来越推向这个隆重，推向这个核心了。越来越推向核心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佛陀跟阿难跟我们讲啊，这个时候我们升到极乐世界的这些诸位菩萨都能够乘着佛的威神力，请问升到极乐世界是不是佛的威神力啊？获得不退转的紫摩真金色32相是不是佛的威神力啊？得到莲花化身的这个正报和看到极乐世界的依报是不是佛的威神力啊？乃至哦，这个时候智慧名利神通广博啊，然后种种供养具，是不是威神力啊？佛的威神力啊，啊，这个时候啊，一时之情往一十方无量世界，啊，能仗着佛的威神力，然后就供养十方诸佛，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啊。花香伎乐，衣盖床啊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花香是指的戒香，伎乐指的是定禅乐，衣盖是代表的忍，初忍、二忍、三忍。这个衣盖是什么？《法华经》里说什么？柔和忍入衣。床幡呢，是代表着智慧，智慧高床，智慧宝床。这里面是指戒定忍慧这个四个德，这个四个德是最主要的，这个修行是最主要的。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这是指的八万细行啊，菩萨啊，六度万恨，种种无量功德，所以自然化身都是从他菩提心的本然心体里契合于阿弥陀佛的本然心体里，然后自然的化现出来的，应念即至，真妙殊特，非是所有。则以奉散诸佛以及啊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在虚空中化成花盖，光色玉烁，香气普熏。这个时候，因为到了极乐世界的他的那个层次啊。啊，他所这个，我们讲到佛的这个